广州展会现在开展了，这个是我们的展台，我们所带来的设备呢，可以看一下，这边是压黄机系列，中间的是无凸轮的系列，然后这边是无凸轮的。今年我们主要展览的机器呢，其实就是无凸轮机器。逛展会呢，累了可以来我这里喝瓶水，然后呢，对于我的粉丝朋友们，我也准备了一些小小的礼物。如果你来到我这个展区，跟我这漂亮的小妹说一下，是我的粉丝铁粉，她会给你一个礼物，让你逛展会也没有遗憾。如果你不是我的粉丝朋友，你可以说服我这些小妹给你一个礼物，我也没有任何意见。所以逛展会逛得开心，我觉得最重要的。